不行，每一次打开这个，我都要先给它调一下。不然的话，太奇怪。中秋快乐！哎呀，可别说了，这是……哎呀，我找不到我的牛郎了。本来很快乐的，刚刚不快乐了。就是牛郎，它就是一个亮，就是一个亮片，一个眼影，很亮的眼影子。我想着给自己画一个漂亮，算了，也没有想着化妆。其实我就有点懒，我不想化妆。但是我刚刚在收拾我化妆品的时候，发现它不见了。它就一块儿，主要是我之前买它的时候考虑了很久，最后终于买了，还没用几回呢。最主要的是，明明它就在我的包里，为什么不见了？真是，有可能是去过七夕了吧？他在中秋节去找他的织女了。希望他过完这个中秋再回来，不要抛下我。就是那种莫名其妙不见，因为在他不见之前，我还有心想说，哎，这个东西，这个眼影是我买最贵的，是我出生到现在买的最贵的一个小一小块这么贵的眼影，我心想我一定要好好把它放起来。我平时的时候不这么想的时候，一点事都没有。我这么一想之后，那就不见了。我没有看月亮哎，好可惜，一会儿去看。三子哥送我的，我还没舍得用。我没哭，我在假哭。吃的山子哥给的那个美心月饼，其实我就是在吃饭之前不应该先吃零食的，我就是因为先吃了零食，导致我吃饭的时候吃不下了。不，那不一样，那一小块眼影和其他的眼影都不一样。然后我又害怕我买了新的它又出来，所以我在想到底是在等等还是什么。你说的对，我先不用我自己的，先用别人的。我有一天我洗完脸之后发现我特别黑，就是因为我的头皮太白了，导致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秃了。我觉得我脸特别黑，就我的脸比我脖子、比我的头皮、比我身上哪个地方都黑。我的脸是我身体上最黑的一部分。谢谢小鸭爱钓鱼的巧克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公演的时候那个灯照的我，照我脸照太久了。谢谢单秋型的文青的女飘带。那个灯光真的会把人照黑的。你看我觉得我的脸就是对比我的头皮就很黑，对比我的手也很黑。哎，为什么我的这个手比这个手白呢？哦，应该是灯光的原因。谢入川老铁的花前月下。
我也在想为什么两个颜色不一样，可能是右手比较辛苦吧，经常干活，左手就还好，也有可能是灯光问题吧。图图美白霜，呵呵涂是肯定，但是，哎呀，不要动！谢谢大家的月饼。我明白了，这个月饼它并不是随机的，它并不是随机吃多少月饼的，它都是有那个的，它都是有，固定的。它是随压的，哦，酱。我刚刚回来屋子之后，发现他们三个都在睡觉。左手基本上，左手是拍照用的。把他们三个喊起来看月亮，南方。我把他叫醒之后，他我说南宝，他又睡着了，他就这样子。但是他们三个刚刚都在睡觉，什么鸡翅是什么？我没有看月亮啊。不然我现在出去看一眼，谢谢梦阳少年的大笔，谢谢。今天我弟跟我说中秋节快乐，我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要给他红包。谢谢潇湘男神的兔兔，我给了66块钱。本来我在想怎么样给少一点呢，我不能让他形成这种给我祝福我就要给他红包的这种心理。我心想那给52吧，可是想想不太好，52我给不太好吧，那算了给66好了，多加几块钱没关系。哦，这样一想，胡莹莹刚才跟我说中秋节快乐，我没理他。然后，因为我忘了我当时在干嘛了，然后没有理他。然后他又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照片吧，是我之前给他寄的吃的。然后我看到他那个袋子漏了，然后里面的吃的出来了还什么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也没有回我。算了，那一会儿也象征性的给我妹发个红包好了。我没有歪屁股，是我妹给我发消息，每次都是她发的时候时机不对。15的月亮16圆。那等12点之后，那12点前跟12点后就会有区别了吗？啥叫道之步？好难哦！谢谢你的仙女飘带。今年的月亮15最圆，那我在12点前去看。谢谢玉墨的兔兔。今天很大很圆，我都没看，因为刚才吃那个饭，我都没动，你这因为很危险。我看到左边台子上有一个那个手持的那个机器一直在拍我们。我心想我不要被他拍到，然后我现在我感觉我头发上都有羊肉串味儿，
我还换了件衣服，因为我感觉衣服上有羊肉，就把衣服给脱了，重新换了一个。没有，吃饭的时候没有化妆，我刚刚就回来，我本来想说，要不然给自己化个好看一点的妆，结果，我先猜一下这个灯谜，他为什么说十张口，一颗心？是思和想，他好衣服上没有，难道是我头发上？啊，不是我头发上的味道，是不是我头发上的味道？因为我拿上来了一点吃的。没出汗，这是我皮肤光泽度好吧？这不是我的汗，我也没有冒油，这真的没有冒油啊，就是我，它灯照上去会有这种光，不是油，也不是汗，怎么这样？是太亮了。就像别人说你光头会发光一样，真是的。确实很亮，那怎么办？哎，没办法，那我这样子就没有了，对吧？你看，因为这样子我照不到那个光了，就没有了。那我这样就照得到光，就会有，懂了吧？你看，对吧？因为我在这里的时候，那个光在那儿，它打到了我的头发，我头发就帮我挡住了我的光。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脑门是凸出来的，你看这样就没了。这样的话就是这里。谢谢许茶不茶爱波波的花田月下。对，我想起来了，我刚刚就是想说，因为我最近看一个人，他是个男生，他化妆化女生的妆，觉得好怎么说呢，反正就有一种娃娃的感觉。我想说要不然我一会儿直播化个妆嘛，然后结果就是找不到那个眼影，之后我就心想那算了。那个不，其他的眼影代替不了它，它很漂亮。我看，但是我先少一个东西。我想画那个妆，它的睫毛是白色的，白白的睫毛，那个眼影就是闪闪的，就叫牛郎。谢谢天里的330号煲仔饭的花前月下。对，就是 bling bling 的，闪亮片，就把它涂在这儿，或者是眼皮上，你眼睛就会发光。痛失化妆直播，哎，主要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不够，就我的头发不太行，
我把它扎起来了，因为它散着的话它离我太近了，我总感觉它是有一股羊肉串味儿。我明明都没怎么吃，怎么这么，我被熏陶了。其实我这里还有两个串串，因为但我吃不下了，我当时是哦，还有这个葡萄我也打了。我问哦，青提是青提，也没怎么吃，反正因为太慢了，我太饿了，我先吃，我跟乐乐都饿得不行了，我俩在那吭哧吭哧吃了些饼干。下去之后，披萨，那个披萨味道一般般，还是那个土豆的还是什么的好吃，咸蛋黄的，谢谢星光的荧光棒。蛋糕也一般般，拍出来倒是挺好看的，但是吃起来不太好吃。谢谢三三和圆圆的神灵光棒，但是也挺好的，有蛋糕是已经很不错了，我不挑。它就是奶油，然后蛋糕。土豆蛋糕不是土豆披萨，还行吧，就那样，就很最普通的那种。但是它比普通的还要难吃一点点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奶油感觉不是好奶油，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然后它的面包有点干。谢谢 GK 的荧光棒。什么？一直盯着脑门，我就是这样子，我让你们盯。我这样子就没有了。四号，对，四号我没有握手会哦，也有公演。我再吃。嗯，怎么看到我在旁边笑了？你是看到了还是听到了？嗯，看到我穿着圆圆，没错。我穿着我的经典皮肤去过了中秋节。因为他确实穿着很舒服，虽然过这么久，但是可能会穿他穿很久。我不会买相同的衣服的，除非我真的很喜欢，但也不会买一样的，我会买不同颜色的。谢谢小雪松的奶茶。我之前买鞋子嘛，然后去本来是想买那种就稍微好一点的，结果我去这头发怎么这样？结果我去查的时候，然后看到别人说什么这家的鞋子又便宜又好穿，然后我就买了两双，
一双白色的，一双棕色的，穿着就还好了，就确实就是这个价位的话能买到这鞋子已经就是已经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了，但是最后我还是给退掉了，又重新买了别的，什么两件一模一样的条纹 T 恤，没有一模一样的，我应该有只有一件吧，没有任何鞋子是塞不了鞋垫的，除非是凉鞋，但我现在很后悔。我不是说我的公演鞋子是加绒的吗，然后我在公演的前一天晚上穿着它试了下，发现不行，感觉它不够舒适，然后我就把那个绒又全部都剪了出来，我全剪掉了。谢谢干麻布扎双马尾的礼物，谢谢你的兔兔和仙女飘带，我就全把它的绒给剪掉了，剪掉之后我就穿着了，穿着了之后我刚穿了一场，我现在又重新买了一双别的更舒服一点的，所以我现在很后悔把它的绒给去掉，如果没有去掉的话我冬天就可以穿，但我现在冬天穿不了了，因为我把它剪了。是啊，我最近选很多鞋子是因为发现，因为之前很多鞋子不能穿了嘛，然后要重新买。不过我确实买了，也是同款，但是样子不一样的，就是你们昨天说的我那双白色的鞋，我买了一双白的，买了一双黑的，挺好的，然后它穿着比较舒服。那不是松糕鞋，那就是普通的运动鞋。就是啊，很适合我们穿。然后我说给你们就是推荐的那个双是韩国的吧，然后它有涂鸦的，然后也有没有涂鸦的，就是有一点点贵，因为它只是一双普通的小白运动鞋。谢谢哦哈哈的兔兔。然后我也不记多少钱了，我把它推荐给别人，然后有人买了，买了一双稍微就是还就是什么图案都没有的。我当时本来也打算给自己买一双的，后来没买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的鞋基本上都是白色的，各种各样的白色。我想了下，那不然不买这样子的好了，然后就没有买，买了便宜的。膝盖有毛毛，不止膝盖有毛毛，这里都是毛毛。我那天去录音的时候，录音前因为我穿了一件黑色的短袖，然后就是又抱了他们几个，这个表情好丑，抱了他们几个，然后我就去录音了。我没有太注意自己的衣服，然后录音的时候那个要给我把那个调麦调低一点，调到我合适我合适我的位置，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刚录完猫吗，我看了一眼自己就说哈哈的花前月下，暖宝睡醒了，快来，姐给你吃羊肉串，给你，果然是它的味道，它当然不能吃，骗它，吃饭。其实我很好奇，他们小猫闻到羊肉的味道会不会，会不会这样？试一下。
他飞他这样子，然后耳朵是这样子的。我把他拿走之后，他就回来了。抓住。暖宝的话，他就是不喜欢被抱的，他就是扑通，不喜欢被抱。文杰的头发，我让他闻闻，看他什么，看他耳朵会不会飞劲儿。今年没有给他们准备什么月饼，因为他们根本不吃。算了，哎，我听说有一个办法是说，你抱着猫的时候，你把你的。把他的尾巴给他，这逗猫棒，然后让他抱着他自己的尾巴，抱着，他就不会挣扎了。其实我看的视频是什么？那猫小会舔自己的尾巴，然后开始打理他的尾巴，这不管用。谢谢，干嘛不扎双马尾的？快去约一下。这儿呢，这儿呢。哎呀，啊，是假的，我打假，我打假那个视频。这儿。我不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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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去吧。你以为我很想抱你吗？抱完你之后，我的裤子没法要了，我裤子都成毛裤了。哎呀，收集猫毛，我想用那个特效，很久没用过了。哈哈哈，喜欢这个。笑模糊了我，这样吧，你们想不想抓娃娃？我现在在这儿呢，来抓我呀！抓住了，救救我，救救我！砰，掉进去了。哎，没有，又回来了。不错，这个特效我觉得挺好的。你们知道这个特效能干啥吗？就是如果脸吃胖了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关系。但我就不用怕了，啊，这特效显得脸大，哦，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你看，它中间有这个缝，就这块儿，看到了，就这块儿，跟这个熊脸中间有缝，这样的话它能测试出谁的脸大，谁的脸小，看谁的缝大，谁就脸小。谁要是超出这个缝了，说明他比这个熊脸要大。以后这个也用，很危险。是不是很可怕哈？
以后我看看谁用这个特效了，把这个熊脸给撑满了。哎，但是我一笑，我这个熊脸就给撑满了，怎么办？怎么办？不行。记得还是这个，是这个可爱吧，我记得好像当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特效是最适合我的，不是近大远小，它离远了之后它那个还是一样的。我最喜欢这个特效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它的眼睛框在这儿呢，它把我的眼睛往下，给人的感觉好像在往下面一点点，这样就显得人可爱一点。对，眼睛位置低了就显得人可爱。就其实我想，如果我的眼睛再低一点，眉毛也，眉毛其实不用动，那会显得我更可爱。嗯，没有潜水过，因为我不会游泳，我就更害怕潜水，我怕。就是因为我，我没有连续点击，他又不让我吃这个月饼，我先关掉，一会儿再吃。没有深海恐惧症。什么？今天的胡小黑看着真顺眼，意思就是你平时看我不顺眼。怎么用顺眼这个词儿？竟然都已经到了顺眼不顺眼了。啊，那你平时的时候得多不顺眼我。我这语气好像闲人马大姐。哦，吃了好多鸡腿。哎呦，脸突然好痛。你每天看我都顺眼，还行吧。谢谢碎碎困觉觉的奶茶。哎，顺眼这个词儿，算了，能让别人觉得顺眼，应该也挺那个，挺不容易的哈。那希望我长得就是让人看着顺眼吧。但是你用了今天，意思就是说一日限定，意思就是说只有今天顺眼。我就是那种要把人烦死的那种，其实很烦的。我跟你说，这种人，当然我不是在说我，我刚刚是在学那些讨厌的这种现状，你知道吧？我只是这样随口说一句话，你为什么要这么较真呢？对不对？我现在就想到了，我经常这样，那我一直就是在学那些人，为了烦你们。但我本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就是这样子。我学谁？我学，就是谁这样，我学谁。我不告诉你我学谁。你要是觉得我在学你，那就肯定你就这样了。我鼻子好痒痒，果然刚不应该抱暖宝。我一直感觉这里有根毛毛，为什么永远脸上那么敏感？我鼻子更。
小狼不知道在哪里。谢谢德里克哟的花前月下。啊，这特效看久了，好好笑啊！我很喜欢这个特效，我觉得很可爱。要不然我把这个特效关掉，自己戴个眼镜。你们，狼哥的报纸，我现在就坐着呢。我现在坐的就是狼哥。哎，有多大的话，就能靠两个人吧，适合靠着我。还有一个，啊，不是说适合靠着我。那你们如果买了的话，你可以找个人和你一起靠。如果你不想找个人跟你一起靠，那你就自己靠。我找谁呢？现在暖宝在圈里，我们屋里有个小圈，他一看到那圈，他就待在里面。我把那个圈拿过来。来这里，姐把圈给你放这儿，来吧，我把小狼放圈里。哎呦，小狼啊，你在圈里吧，不许出去啊。哎呀，你是小猫，你就不能出去，你必须待在这儿。看那儿，那儿。你要出去，小猫不能出去，危险。你把底下特效弄没了。看这是谁？你认识不？亲呐，亲。小狼。乖。姐偷偷告诉你一句话。我是个大美女，你知道吗？你知道了吧？啥呢？这打光板儿哎，脸都变亮了哈。你去这小圈里待着，不许出去啊，不许出去，就在这待着。他走了，他不听我的，他去吃饭了。他去干饭了。对，他就想在圈外。这板子不舒服，不是的，是因为他饿了，他去干饭了。这圈也不是给他带的，我只是想验证一下小猫在圈里到底想不想出去。小狼从来不找我睡觉，除非没有别的猫在。如果有别的猫在，他就不会找我睡觉的，因为他跟别的猫就是爱已经够多了，他获得的爱。他不足，因为他获得了很多的爱，他已经不需要我了。我不是先跟你们说，什么养小猫就像谈恋爱一样，你看他现在已经有那么多人陪了，已经不需要我了。
当陪他的人都走了之后，我才会显得比较珍贵。那个时候他或许才会愿意来找我吧。我对他很好的，我发誓，我跟你说，我对他简直不要更好了。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一直这样，如果我养什么动物，我就会超对他超级好，就好到我爸就跟我说不要对小动物那么好。你知道为什么小动物更喜欢我不比就什么更喜欢我多一些，喜欢你没有我多吗？啊，喜欢你没有我多吗？对，我爸就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因为你太喜欢他了，你对他太好了。你看我生气的时候我就凶他，然后我开心的时候就是我就也觉得他做得好什么的，我就会奖励他，就对他好。但是你把小兰吓得，你对他一直很好，所以他就不明白这是你对他好了。我跟你说，小猫不是经常喜欢那样吗？就是舌头从这边，就是，哎，我该怎么说呢？就那样的舔里舔嘴，你知道吧？往这边舔，你们懂吗？这边舔舔，这边舔舔，舌头的大概这样子，模仿一下。哎呀，不好意思。我怕太丑了，谢谢 QQ 企鹅的花钱运下，他这样子，就这样子，但是他的舌头比我长啊，我不太行，他能到这儿，然后我就有一天晚上我就盯着小狼，他坐一下我就坐一下，他坐一下我就坐一下，一直坐一直坐，大概坐了我不知道多少下之后，他就这样子。他就舔他的鼻子，然后才让他看着我，然后我感觉我做不到。他在挑衅我。我输了。哦，好可爱。就小猫不是喜欢那样吗？就是把前爪铺前面，然后把屁股翘起来伸懒腰。我感觉小狼做的最可爱。哎，这就大概是因为我有滤镜吧。假舌头舔小猫的，我也知道这个。谢谢 TT 松松的仙女飘带。对，美女在潜水。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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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想干嘛我忘了。哦，拿充电宝。我就说，哎呀，这个肉肉其实闻起来还行，总感觉会再吃一顿宵夜。现在直播特效好多，其实没有啦，也就这几个。最喜欢用什么泳姿？我不会游泳，哎，我只学过一节课，那一节课我只学会了把头放到水里，然后现在又不会了。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去游泳的地方，然后当时干嘛啊？当然是有个朋友，然后他就在那个水池边上，游泳池边上，我就把他悄悄就偷偷推下去了。但是他那个就是还好，就是1.4米的小1米4还1.1米哦，1.1米，反正很，他当时多高？哦，那肯定不是1.4米，估计是1米左右吧。他没有吓到。我怎么这样
啊，我只是在跟人家闹着玩儿。因为当时我们在玩，要是游泳池没有水，我推下去确实会有点过分哈。是有一点危险哈，但小时候就小时候就是想的会很少，当然没有跟我绝交，怎么会跟我绝交？我们大家互相就是闹着玩嘛。我当时还穿着裙子，因为我当时没有带泳衣，我不知道他们要去游泳，但是已经进了泳池馆了，然后我又不会游，然后是我也不太，我当时也不太好意思，就是穿泳衣什么的。然后我就待旁边，结果他也一脚给我踹下去了，我当时给我吓死，我觉得完了，我要死在这儿了。我当时就觉得我嗝屁了，我要，因为虽然那池子比我矮，但是因为我是横着下去的，我忘记有没有呛到水，我不记得了。然后我衣服就湿了，当然我也没有生气，因为人家也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大家在互相闹着玩，所以也不觉得有什么。谢谢麦岛的兔兔。我最后就湿着衣服去了我朋友家，有个朋友住在那个泳池馆附近。谢谢麦岛的仙女飘带。你也是被踹下去的。小时候听过家长就是讲那种事情，就是有小孩儿，就是在泳池。谁呀？我在开直播哟。今天好想吃酸奶的兔兔。对，我穿的是普通的，就是是这么讲的。你们不要害怕，我小时候听到的，就是说有小孩儿，他就在泳池那儿游泳呢，然后不小心溺水了，就是。不知道是抽筋了还是什么，然后他就在那呼救。吸小叔超棒的兔兔，然后旁边有很多人嘛，但是以为他在玩水，然后就不知道，然后他就溺水了，他就死掉了。谢谢宝贝的仙女飘带。对，我小时候听到的，小时候听到过好多这种，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什么的。我当然不在现场，就是一个小姨给讲的。我还好，我不是很怕水，当然前提是那个水必须要比我矮，我的脑袋站着的时候必须能让我呼吸，不然我就会害怕。知道不要再随便嬉戏等等。我有一次放暑假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几个小孩儿，我当时挺喜欢穿小裙子的，然后穿着一个蛋糕那种粉色小裙子，我印象可深，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个裙子，然后穿着我最喜欢的粉色的凉鞋，然后一个白色的 T 恤，它是有蝴蝶结的，我印象好深刻。然后我们就去那种小，都不算水池了，反正就是有水，一滩水那种。印象不太深了，但是我只记得有很多泥，那种很软的泥，你踩久了之后它就会像波浪一样那种。然后我们好几个小孩在那里玩，记得是有谁的，有一个小孩他拖鞋不小心掉水里飘走了，我们就在那扔石子儿，就扔远一点，让那个水就是把那个鞋给搞回来。当时也就是反正玩了一下午，在那里全身弄得我一身泥，然后后来被我奶奶知道，就把我们骂了一遍。不是会越砸越远，你把那个石子扔在那个拖鞋的后面，就是我是拖鞋扔到这儿之后，那个水波就把我往前弄了。你以前就在河边玩水，掉下去差点凉。
嗯，是啊，我的裙子很脏弄的，小时候真的很喜欢穿裙子，但是我从三年级的时候，不是三年级，我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是穿裙子就是里面要穿裤子，后来就会就是我穿裙子里面就一定要穿个裤子，就觉得很方便。当时没有安全裤呢，就是裤子，我就穿的短裤。很小的时候吧，我就会穿着短裤，因为就比如说我们要，翻东西啊，或者是爬啥的，我当时就觉得很不方便，我就觉得穿着裤子，就那种短裤，牛仔裤短裤嘛。就是穿在里面，这歌像你爸爸听的，这是天猫精灵的，放一首歌听。好的，为你推荐徐锦龙的孤身。嗯，我今天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听，就是放的歌，都是我没听过的。什么谁的故事？嗯，几点？10:17，还行。播到21。嗯。今天就早早结束。嗯哼，你来晚了，还好不是我已经要结束了才来。明天你们是不是又要那个了，上班了？嗯，别害怕，我相信你们是不是今天晚上会很难过？嗯，放了几天假又上班了，好难过，嗯，心情好难过。我能懂，我每次也是，你一想到，这个夜晚，我就会心情就开始有些难受，别难受哦。没怎么放，在加班，嗯，那你还稍微，我要说你稍微好一点，你是不是想打我？对啊。对啊，你们想想，马上就国庆了，放7天假嘞！加油，加油！哦、嗯，你在军训还没有阅兵，那你就只能国庆的时候好好玩玩吃吃。没有7天、啊，那有几天？调休完啥？你想想，如果你平时不调休或者干嘛的，说不定你还要加班。现在的话，他就一定会给你放假。别难过，别难过。嗯，谢谢莱姆的肚肚，天猫精灵，放首开心点的歌曲。开始播放开心合集。下一首。好的。下一首。好的。下一首。即将为你播放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棉花糖？他怎么说话这样？下一首。即将为你播放 FIR 的你的微笑。他真的放的歌都挺老的哈。上了年纪的天猫精灵，我天猫精灵有口音哈。
哎呦，说不出来一句话了，我不想说了。所以猜猜我是哪里人？啊，他让我猜猜他是哪里人？啊，好可怕啊！天猫精灵，你是哪儿的？现在正在播放的是 FIR 的《你的微笑》。我现在确定了，他刚刚那不叫人工智能。他是对他可能无意间暴露了他自己。哎呀，21了，我们听完这首歌，就你们有什么觉得会很开心的事情吗？发工资。好像确实是一件稍微开心的事情。别哭。那你们平时几点下班啊？我唱个歌。唱什么歌？哎呦，果然我就说我怎么开始坐着不舒服了，原来我是靠着它了，我要坐着它。哎呦，哎呦，哎呀呀呀呀！啊，坐着它才舒服。唱个开心的歌，开心的歌。哎呦，什么开心的歌呢？这个肉味真的很重，数鸭子穷开心，穷开心怎么唱？天猫精灵，放一首《穷开心》。主人你好，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欢迎来听娱乐电台。遇到不喜欢的，可以随时对我说。下一个，现在是晚上10:23，先来听一组新鲜的娱乐趣事。Hello， 这里是慢慢说。你好，我是小曼。乔欣工作室否认新恋情。电影风暴。小猫精灵。放一首数鸭子。贴心精灵帮你找到了这首歌曲，请欣赏数鸭子。他就是不想给我放那首歌。门前大桥下，游过一只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咕啊！它怎么变成嘎嘎了？不是咕嘎，咕嘎吗？它变成嘎嘎了。胡子白花花。忘了，第二段就不会唱了。乖乖教学下，吃哥哥鸭蛋。哦。别哥哥鸭蛋抱回家。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嘎嘎嘎嘎，真呀真多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我数听听是几个小孩一起唱的。还没听呢，让我猜一下。他们睡得好开心哦。
手抓，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啊，他要播放一首我没有听过的儿歌。啊，听过，这什么来着？哦，小兔子乖乖，小兔子乖乖。他怎么还是慢的？不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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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子的。我怎么记得是不开不开我不开。哦，他说就开就开我就开。嗯，怎么就开了？好，这首歌结束，我就拜拜。不开，不开，我不开。怎么还没结束？好了，嗯，现在这个音乐是结束的音乐，大家现在要离开这个现场了，马上点上我的右上角和大家说晚安，祝大家拥有一个美丽的夜晚，明天早起886886。拜拜。